来自于三峡以及莺歌的三莺轮舞团。我们是由他太兴奋了，我们由吴中勤教练所带领的三莺轮舞团，他们相当厉害，因为他们的练习的东西真的是十大班武艺。我有去看过他们练习，他们练习过竞速轮滑啊、极限啊、花式啊，什么都练习。而且他们这一次表演，年纪最小的才国小一年级，但是吴中勤教练呢，还是非常鼓励的他们站上这个舞台来。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，就跟他们的表演一样，收好无畏向前。
教学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？这边我们要先感谢立飞人还有小林教练提供的舞台。那我们都希望小朋友有舞台，去有一个目标，去努力去学习，这样才会成长进步。就像比赛跟我们的表演，都是需要有一个目标去练习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教学理念就是朝着目标去练习，然后去成长。谢谢。那吴教练平常都是在哪一些地方做教学？我们这边主要是在新北，那我们主要在三峡、北大还有莺歌，那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点，像板桥跟新店，那我们主力还是在莺歌跟三峡的地方在做教学。好的，那欢迎对其他人有兴趣的在三峡、莺歌的同学可以来找我们的吴教练做学习，谢谢吴教练。